好强哦！从车内猛然抬头一看，居然发现一名男子穿着一条短裤在顶楼上拉起单杠，接着来个前转，让底下民众看傻眼。这也太可怕了吧！底下人看到腿都软了，因为男子可是在没有防护措施的状况下，在近五层楼的屋顶上做体操，而且底下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道，让人捏了把冷汗。不要扯一些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像这种的话，你如果说你不小心的话，当然可能就是会掉下来，是什么的，那可能就是很危险。地点就是位在台南永康一处透天民宅的屋顶。根据了解，屋主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，平时喜欢健身，在自家顶楼架设单杠。这次偶然被路过民众拍下，疑似因为角度问题，让拉单杠的男子看起来就在屋檐边，如一个失手，很可能会坠落地面的错觉。你也感觉安全就好啊，对啊。哎，我记，伊那50几岁了啦。当然，你遐看个角度是讲多危险嘛。嗯。包括你去现场看，我着离伊这个。中下。中着着伊这个是楼顶遐吼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对啦。男子似乎已经在屋顶练操多年，这次意外被捕捉到空中前转拉杠的画面，所幸只是视觉错位引起的惊险画面，虚惊一场。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